正好我们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组，对，一个男一个女，一个男一个女，一个男一个女。海涛，你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想法？我希望他可以保一下。小鸟依人的感觉。古之心来，只要不跟不对，他的只要不跟老杨一组，我就 OK 了。那个大魔咒终于解脱了，今天。起码有，起码没跟老杨分一组。只要有我们两个人的组，一定赢不了。我们希望赶紧这个 bug 结束。我们两个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俩待着吧，退出。我们捞财的时候到了。教练，你要开法眼呀？这要吗？你觉得？现在告诉你，他有被追尾的感觉。你别出来！哎，先这也不行。来，坚持十秒钟。这没有坚持，我看他们很舒适嘛。哎，你们，我掀桌子了，按我性格。我掀桌子了，按我性格。好的，现在分组的人员呢已经确定了，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我们的随堂测试，规则很重要，希望各位认真听好。任务：人体飞行棋。任务规则：三组队员按照顺序投骰子，投到双数飞机才能起飞，起飞之后根据投骰子的点数在棋盘上移动，棋盘上有任务考验，若学员移动到任务位置却未能完成任务考验，则必须原地停留一回合。不同颜色的飞机如果重叠，则前面那架飞机将被撞毁，需回到起点重新开始出发。同组的两架飞机全部到达终点才能获胜，获胜组将获得呆萌小飞机奖励。最终在整季节目中获得呆萌小飞机数量最多的飞行学员，将获得冰奥飞机提供的钻石 DA40 真机。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，顺时针先从红色开始。OK OK， 这是你们的骰子，一人一次对吧？一人一次，不过头顶，不过头顶不算啊，往这边抛了啊，往机器这边抛。他出去了，好，机会失掉。第一次已经过了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冲你的表现，上帝会惩罚你的。加油。哎，你俩不愧是一对的，是吧？你俩真的太棒了！哎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一加一等于二。他哥给你扔一个，你说几吧？六，六，三，六吗？三，六。呀！零六分吗？快来吧，来吧！你先过去。我先出去了，好，我带你装什么，带你飞啊！你先去吧。漂亮！事实恰恰相反。这你没扔过一，该扔个一了。我带你装那个，带你飞了。五。哦！可以出舱了啊！好了啊，六点，有了，没想到出舱都是一件大事了，现在航空管制这么严重啊，有问题，我觉得。张亮，你俩要加油了，到现在没出舱呢。一哥，一姐，有了。我觉得魔咒现在身体，魔咒现在身体，真体，我跟你讲，在摇那个骰子总是
摇动的一点，像中了什么魔咒一样。张亮外号应该叫崽子王一点哥，这是我先起的。我们俩真的好背啊！哎，我感觉这个游戏要玩好几个小时了。别能六就行，剩下都挺好。真是六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人字符号，来到了我们的飞行障碍这一关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陈教员会给出什么样的题目。将任何一名学员或者公主啊，抱深蹲五次。OK。好，我翻一下，是将任何一个成员公主抱。对，不是任何一个成员和公主，还有王子呢，还有白马呢，还有帅人呢。你这就是语言的魅力，你知道吗？任何一个公主，哪来的公主啊？抱的是公主、啊。老谷，你就抱那个，就抱我呗。哎，别捡软的，软的捏。我捡硬的捏不动了，我捡硬的捏不动了。好了，开始。五次啊，五次，深蹲，一、